期末测评老师说了要学会分辨东南西北，你会不会分东南西北？我会。你会？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那你说一下怎么分的，亲？前北后南左西右东。哪边是东？这边。你不说左西右东吗？那你这只手是右边呀。就对不对？你看但时针是这样，北西。梅姐，我问你，哪边是东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直以来都不分东西南北，你问我，那我怎么总是考试说东南西北，你还在那里巴拉巴拉的指责我呢？你自己都不会，你干嘛还说高水平？我有时候还不错。那东西分得清了，那我们南北怎么分啊？南北。那这个是又怎么分的呢？东西夹起来前面是什么？南北。南北。嗯。那南北什么分？我也可以说那边是南吗？那边是北吗？可不可以啊？那南北怎么分？东南西北他们不管怎么转，他们都，我听老师说他们都不会变的。确定不了，迷途短路。关于东南西北，爸爸去咨询一下老师，嗯，然后我再教你。求你不用咨询，因为这样我的面子没了。你现在不是怕老师知道，你要把这个问题知道之后，我们就要给他解决了。下一次考这种东南西北的题目，我们就会做，就不会害怕东南西北这个题目。我就是在平面纸上我是会的。但是呢，你一到这种的时候，确定了这样的方向就不行了。你不看为什么呢？你瞧，我看看这像后面这样子什么，这边就是难了。按道理来说这样子转过来。